哎，大家好，这是 Phoenix， 为了来 Back for Blood 的游戏开荒视频。上期呢是发现了一个巢穴，这应该是第一次在第三大章吧，应该是打这边这个巢穴。我从之前前两关的经验来看，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看一下卡牌。我应该是有狙击枪，所以说换枪速度可能是更重要一些。来个这个，白色武器。这张图，这个好像是矿洞一样的东西，这好像是会往下跳，是吧？所以说有可能是我在跳去之前我找不好更好的武器，我估计我可能要把至少这个武器 unbolt 给它做完。别的的话买个这个去开箱子，然后 pipe 可以是有，别的应该就没了。你是哪来的？没事，我又是听见了巢穴的声音，是吧？直接吃了它。没有什么升级的，一个这东西。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换了，就是换到一个我更喜欢的武器，但是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蓝色武器升级，觉得这个都是绿的，我就不要了。
这儿防守一下。那个 pipe 在哪里？Gave him a run for their money that time.又电脑又掉下去了。应该是绕圈绕回来了。这个是怎么？我这需要到下一层才能拿到那个玩意儿吗？这是在这一层的。下没搞懂，要来货的了。里面这路就是回不来了是吧？不管了。那等于是这个地儿，我跳下去看一看。是这个地儿？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这个没有炸？等我要找一个药。哇，这么多啊！在我楼上那个东西是怎么拿的？Time's a wasting and the coffee's getting cold somewhere. Don't mind if I do.没有转了一圈没有药，估计这个箱子我要硬吃下来了。这个应该没有说是你瞎怪可以吸血吧，好像是没有。哎，都是绿的。这个官方真要把这个东西修复一下，都叠在一起，什么都看不见。这都是什么呀？没有。这我也拆不下来，可以拆下来吗？可以。可以，我这至少是升级了一下。
又升级了一下，但是问题依然是没有那个更高级的，就等于是我要那个洞穴在哪里？这个地儿是吧？等于最楼顶那个怎么拿呢？我就感觉好奇怪，我是要给它炸掉吗？还是什么？还可以再往下走，但是这个走下去我就上不来了，是吧？房间是干嘛的？依然是感觉没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一开始不对啊，我应该是最楼顶那个没有拿到，要吃一个穿马。先把这个货的打了，然后再开这个箱子。来之前能找个手雷扔一扔吗？找不到。
都是绿的，这是第二关，所以都是绿的。我怎么记得之前我找到过不是绿的的神兵？我可以把这个再换了，瞄准镜跟枪管是吧？就是弹夹，弹夹。这个瞄准镜，我需要换一个瞄准镜是吧？弹帽拿上，我要找一个瞄准镜去。另外一个那个房间在哪？啊，是我在下这边只有一层，好像这边只有这一个吧？好像这边只有这一个，那我估计就是换不了了。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失望很多，因为是没有升级的武器，插件换来换去也是没有什么提升。而且第一层的那个东西我看见了，但是我怎么都找不到去的路呢？好奇怪啊！看一下这边吧，这个里边有没有能不能升级一下武器？现在伤害，我觉得还是要伤害吧，因为我这武器是绿的，提升不了。
等150。我可能买一个这个旧电脑。我猜楼下东西应该比较多，这个500块钱我就不花了，有这四个应该我觉得就够了。那这个好像是会塌方是吧？我要先把这些东西拿走。又是炸了一个，我应该是没有加血吧？摔了多少？就两个。哎的天哪，我这次怎么这么差。投个东西加20血有一点用，但连击应该更有用，我这边 solo 应该是很少攻击的。橙色的 A12。 Shotgun here. Could do with a change of fortune. I'll take it.先把这个枪，又是一把没有用的这个紫刀。Sure could get used to this.
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带火焰伤害的 A12， 每秒烧50，烧3秒，然后我还会免疫火伤害，这个好强。其他的就有点弱了。ADS 加移动速度。换枪加移动，我想要这个。让我拿什么呢？拿狙击加30发弹药，好吧，我估计就只能这样，没有，都是绿色武器，紫的武器这是一把副武器，别的东西没有什么，估计只能这样了。应该没了，有点好，就是我不甘心，就感觉没有什么收益似的。This was just weighing me down. Last thing here, assault rifle. 没了。Anyone want a cocktail? 这玩意儿又炸掉了。人是烧50，这个血应该是没有50的，随便烧一下就死了，是吧？
倒是没我想象的这僵尸要难。啊！我还必须拿着这个东西才能免疫火，这个有点恶心。哦不，应该是怕火。是我错觉吗？我怎么感觉你的挥舞速度更快一些？算是错觉。但是目前是还没有 breaker， 还算是运气不错的。太蠢了，刚才都不打，小兵过来都守不住。等于是两个 pipe 都用了，由于是电脑太弱。多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就看最后一个，最后如果是 breaker 的话估计会很难。这武器好像射速很慢，他
不出来。这个散枪感觉不厉害，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in the end. And if it's not working out, it's not the end. Much appreciated. 啊，它射速太慢了，是一个 DOT， 虽然说50伤害很高，但是这次都127，这个他写的是只有82。我可能再试一试，目前给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纯打身体伤害，然后清小怪是不错，但是打这种血很高的 boss， 这个应该真的是没什么。然后打大怪的话，像什么 Tall Boy 的话，普通难度下都是大概800左右的血。这个你不能说是烧三秒才烧150，高难度下的好像都是将近一千五左右的血。比如说这个纯靠烧血是会烧很久的。我觉得这个枪不好使。这样如果不好使的话，我是绿武器。Holly, you need to fix that before it gets worse. Shock it here. 我照一个。我可以把狙击枪换走。Assault rifle here.Might hurt. I owe you one again. Assault rifle. Assault rifle. Shotgun. Not bad. They are here. Enemy contact.This was just weighing me down. Assault rifle. 别的应该是没了吧，都是绿的。Evangelo, want to patch that up? Reload that stumble. Got a magazine here. Assault rifle. Assault rifle here.Quit moving around. Thanks, I don't have to do this, you know. Time's a wasting, and the coffee's getting cold somewhere. Keeping this. They'll catch me off guard.
yourself. Good looking out, kid. 可以，这个应该是都打完了，感觉收获好少啊。虽然说这个武器看着很爽，但是刚才至少打 boss， 我觉得是不好。但是至少是拿了三个图腾，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可以，这样我估计那个散弹枪可能就是到下一关，可能是去看一下它的实战是怎么样，因为之前刚才那关是感觉上是特别像 Boss Rush 一样，所以说可能体现不出来。可能当时我选择输出的时候应该是用狙击枪，确实没准输出更好，但当时的情况就是 Breaker 在没有物品比较强的情况下，旁边都是小怪，我也是很难说找到时间去狙击，电脑都是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没法很好的把这个小怪帮我是清掉，所以说感觉怪怪的，可能是因为是当时我们这个 build 还没成型的原因吧，可能导致感觉上这个散弹枪不好使，但是我也不太清楚，感觉那个散弹枪目前给我的感觉上就是一个纯清小怪的一个东西，用来杀 boss 的话，我感觉上它的 DPS 应该是还不低，你直接拿一把紫色 A12， 你随便装四个可以说是紫色的或者是蓝色的插件，应该感觉上都比那个要至少射速要快很多，我不太清楚。总之具体情况就是我们之后的其他关卡中，总之是跟去试验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吧。这期呢由于时间关系在这儿截线，也是相当习惯的，我们下期见。